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那个更新档可能要重新登一下，或者说 Steam 可能要重登，要不然就是 PUBG 要重开。哎呀，重开了。我跟你讲，我问你一件事情。喂，你现在在听吗？喂，有啊，怎么了？那个，我问你哦，如果，我先把我这边声音拉大一点，然后你是声稍微小一点。没什么问题。就是我这边开退群会不会吃这边的 WiFi 的那个网络？Y 什么？转麦了。就是我这边 WiFi 的网络会不会吃到？说如果你怎样？如果我这边开退群啊，我现在不是在退群开台对啊。吗？啊，我会不会吃到就是哦，你 WiFi 的这意个思，网你的络？那个 WiFi 会不会吃到？对啊，会不会会吃啊，很当多？然会吃到啊。会吃很多。知道，我是光纤有线，所以我不知道 WiFi 会怎样。哦，因为我们这边下载东西会有人卡住，那我不知道开台的话会不会。都用有线，我没有在用那种无线的。要设置一下。哎，我的台算有没有 lag？ 你帮我看一下。哎呦，有 lag 哦。要不要拖啊？带过来我啊？可以啊。这样吗？跑去哪里？会不会 lag？ 懂不懂你台啊？现在？我没有给你网址。哎呀，你没给我。等一下，订阅一下小气巴拉。没有，找到了，是在很下面而已。干，这么没有，这么无语吗？有了，看得到，画面还可以。现在要先捏一下人像，这个能选的好先多捏角哦，色吧，只能捏一个吗？是捏啊，就是这样捏啊。他只毕能竟捏，你又不像我那个他只能捏一刷次着吗？捏的，没有啊。之后可以再花3000元、3000块里面的游戏币花3000就能了。是啊，我把它带拖过来。好，那我要捏女生还是男生？捏女的吧，听说女的比较纤细，比较难被打到。真的假的？看一下啊，这是外国那人。看这个怎么长得有点像猴子，脸 有点看他长。拒绝了，他拒拒绝，绝。恐吓他，不管他。你就说我在线上啊，过来啊。看他要不要接，操你妈！再不接嘛。感再觉不这个接啊！再不接啊！啊！再不接，继续 call，操你妈！他只能用一个角色哦。我说实话，他能选的不多嘞。当然还能选很多。来啦，大家滚过来玩啊！很贵啊！管你他妈想跟什么打，我现在滚捏过成，来就对了。我现在捏这个样子，这样会不会那个头上会不会有点太大？会不会太好打？啊？就到底捏怎样的东你西？看我的台错，爆炸头，我的专利。你往阿呆之前，我头发是怎样的？你还记得我之前人物还没改收的吗？阿呆，对啊，我他妈前面有人，等一下，前面有人，干黑发爆炸头，我操，干变成 Sombra 了，
欸，上班。这次夺命凶蛋不错哎。Andy， 啊 ，Andy， 我麦块可能会延后一点嘛。麦块延后一点。哎，你真的弄不回来了？对。这么可怜。染头发要红色的才好看呢、啊，我又不想用一些。这沟这么大、啊，我不知道他在哪一边。哎，我还是用正常一点角色好了。要是用一个爆炸的，我妈出去直接被秒掉。啊、好，就这只。Yes。他就这个，他就我跟。哎、欸，这个不是中文正题。来吧。把他头发拉，把他断。什么啊？不要断麦啊！讲话、啊。等一下，他没有办法用成中文吗？有啊，不是有中文吗？可是我这边都是显示英文的。右下角齿轮打开了，里面设定啊，有那语言设定里面有繁体中文啊。上面是写繁体中文的。对、啊、那你就是繁体中文、啊、那我这边要怎么按？我现在在这个主页面啊，主页面这样、啊、你要怎样啊？这是问题。你开我的台你就知道我现在在哪里了哦。你看我画面。对啊，这就是大厅啊，你在大厅啊。对啊，然后呢我要按什么？不用他了，先按那个你先按那个 CUST。这个、啊，刚刚好，胡哥 ，UST 按下去，然后嘞，好，我现在在看他，UST， T 恤白色，有把衣服穿上去，然后把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围兜兜兜全就好。那个 belt 在 belt 那个地方那个兜起来一定要，那增加你的负重量。哪一个 belt？ 那我们状况吗？要跟我一起偷啊！来来，嗯，这样帅多了。好 ，belt 也弄好了，然后呢？现在是这个是做这个是装备栏吗？啊，好了，就把衣服穿上去就对了。衣服穿好之后就等阿呆，不要穿鞋子，不要穿鞋子，不要穿鞋子，为什么？毕竟脚穿鞋子脚步声很容易就听到了、啊。哦，所以通常都不穿鞋子，所以要暗杀是不可能的。有完啦，我在嘛。在外面啦、啊，全指他。啊，因为我这边隔音很烂，所以不能太大声哦，所以我就用滤镜把自己的声音调大。我要。OK， 这样 OK， 应该 OK， OK 了 ，OK 了。调到19.10。哎、欸，阿呆，干嘛要跟别人打？干嘛？快点啦！快了啦！把他握着死掉了，快点！把他握着死掉了。把他握着死掉。我拔你妈逼啊！插销拔开来，按个啊，叮，在那边等死。然后队友说：“过来，我救你。”你那说：“不要走，不要救我，滚！”干，还有这种事哦。哈，不很长啊，只要每次有一个有两三个都有倒，就直接回罗宾了。嗯，好吧，我现在就回到大厅，既然就在大厅等着就好了。嗯，好。昨天我不是叫你去找雷姆吗？那我没有找。昨天，他妈的，我今天还要上班，而且今天最忙，我他妈早就睡觉了。哈哈哈。拜托，我妈的都没有时间呢、啊。
不要上班啊，北青。而且你上班你动的是脑筋，我痛的是手啊，我双手都快爆炸了，都快断了我。哪叫动脑？你用的是精神啊，我用的是精神加体力啊。是，等到可以进去再说。啊，三号，你要跑那边了。先跑那边，我可以看拐弯那边有没有。那你要打到什么时候？现在我开台在等你耶。等，打到他被伏地魔杀死。哥找到摩托车了。可能坐两个人而已。操！还要带，我先提醒你啊。记得注意看地上哦，不要遇到伏地魔。哦，不会遇到伏。这是什么 TGB？ 这转盘真的很烦。King has been。等一下，我拉一个澳洲的朋友听通话。我拉他。快点发！等一下。烂了吧？那么烂。我干到那个石头，还跟往前翻车嘞。但是 AND 的名字怎么是 AND PUBG 520？有包吗？真的是我乱掰的啦。我跟你两个。好。我找那个有一个叫 King 的，他是我的游戏赞助人哦，就是他把 PUBG 给我游戏赞助人，就是他把那个 PUBG 给我的。OK， 拉进来，两个凑四排刚刚好。OP him 0630是谁啊？我啦，我是你哦、喔。那我就先头海，那是我。注意啦。然后再自己拉一个人进来。右下角 AS 左边那边有个栏位，点开来，在 online 那边应该会找到那个人。我看到了，我现在拉他。直接在他名字旁边有个加号，你去对。他说 ，Invi， 什么？没有，我没有饮料啦。你那不是刚不拿很多饮料？他说 invite 的这个玩家 to， 你们去摩托车吧，我跑个。invite 玩家 to 的 team 啊，对啊。是有邀他的意思还是怎么样？还是他已经有？发几个人去摩托车？代表是邀他吗？哦，我这有八级，你们去摩托车。还是说他现在在等我退去？哦，有了，来了，现在这里把他抓过来，现在在扣他。哟呼 ，Hello， 就这样。喂 ，King， 听得到吗？听得到。你为什么讲话那么小声？爸妈在家。什么？你那里还偷偷玩？我这里也不敢玩太大声。我们看到金团队啊！哦，我看到了。他那件我才刚卖没多久哎。真的假的？那件衣服啊，我有开到，我才卖没多久而已。我拿到了6000多。我这个 ID 会不会太靠北啊？可以啊！干你们！干你们是老玩家都不穿鞋子，不过不穿鞋子才是王道，还要等一个人哦。你等一下啊，再快点啦，拔到捏着上路了啦。没了，我三个人上路了。哎呀，他看他那边出事了，我撞到骨头了。耶，yeah， 快点啦，拔到握着上路了，赶快啦哦。哎呦。因为我和雷毛不好，拔拉握着上路队友死了，拔拉拉握着就走了呢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边就被跟他谁了？看吗？
我给我两倍去拿，给人两倍。好想看他画面啊，他现在到底是什么进行什么样的状况？看起来很惨哎、欸。那个一号女友，哥们，你给我把我一下。可能每次讲话都要结巴哎、欸。知道，结巴呆呀、啊。呆呀、啊，哎。我去关一下灯，因为我室友睡着了，等我一下。睡着了，把我挖起来呀、啊！这边有喝呗，这边有喝呗，这边还有饮料。啊，这个人怎么躺在路边，然后送我们资源呢、啊？我看到了三级头，我不打、哦。有人能帮我看着我的台吗？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设置，我还在逛网页，这个设置会不会有那个？那个 King， 你的声音三级头中实在是小到没办法那个。那个二楼我知道有个人，然后左边仓库也有个人，知道，不然我把你的声音拉到最大好了。我已经拉到最大，可是我听不懂他讲什么。不行，他那个声音太小，除非他也把自己的声音拉到最大，不然的话很难处理。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讲话太大声，你知道吗 ？OK。那不然 ，King， 你可以直接在推取上面的那边打字。我不要枪的，你现在聊天。要当打字我还要开，我还要开另外一个屏幕，另外一个屏幕还在处理东西，不要。干，你有双屏幕，你在那边。就是双屏幕贴给屏幕在用东西，所以我才不要故意让第二个屏幕开特许啊。哦，哎，话说回来，请问一下，我妈的，从到澳洲前到澳洲后一个月，我的影片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上来啊？因为我想哦，我自己也在忙了，我自己开始忙了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找到工作了。不是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有一件事情很要命，啊、就是 YouTube 的那个，我不能进行那个 YouTube 的盈利了，因为 YouTube 的把那个盈利的那个门槛拉高了。就变成我这边不够，没有、啊、拉，已经拉够很久了。对啊，我即将失效了，二十号就失效了。妈的，九天都没拿起来。那你先不买更给我一罐，我喝一罐再。哦，怎么不快去死？那我们刚刚你看那边有个人嘛，然后我下面有两个人，一的，阿呆，你那边还有那边？阿呆，那里还有多久？啊、快点拔拉我这上路啦！你这鸡巴瓜，鸡巴呆！鸡蛋啊！我跟他很紧张。你干嘛自己啊，鸡巴瓜！快点啦，拔拉我这上路了啦！不要管什么鬼队友了，让我放生他们。好运气！快点，我把他塞到自己内裤里面。是蛮痛的，其实。Andy， 你要如果你要看的话，你可以看我的影片啊。你看我用五颗巴拉干了什么事情？巴拉四杀干嘛？快点啦，不止四杀啦，六杀了。想不开哦。他想不开就是巴拉自杀回头兵啊，北齐。哦，到底还要多久？他妈的，偷偷开台也要这样子。啊，太快点啦，巴拉我都上路啦，北齐。那你爬过来，真的是。叫你队友不要爬了。哦，好像撑不住。好，知道，我们跟进进下去。我先拿毛毯把自己盖着。拿到没？看多多少少好像可以做到一点隔音效果吧。Andy， 我破了，你看这影片。大小，你破什么？我的视角，
你自己看我用那个去把它干什么事情。我看不到。开退去看啊。不是啊，我看不到、啊。他打嗝在吹了啦，快好。你打上来，我看不到啊。啊，我泼在退去，你为什么你看不到？你泼在退去。退去不是王子。没有啊。怎发？单独泼给你。哎呀，不行，看不到。哎，终于死了。被蜡烛偷啦！我去跟我朋友打，妈的嘞！干你太妈了！那个被蜡烛偷，我让我挂掉了。哎，先生，我已经在早就叫你说巴拉沃的上路了。妈的，妈了个逼的，巴拉沃拿妈当！赶快上！教我啦！赶快啦！赶快上来啊！他妈的，我的台都……我看到 ANDPUBQ 二零啊！哎，我都开台了，操你妈的！好中二的感觉哦！看，我都开台了，操你妈的！好了，开始了 ，Get ready 了。OK，Ready、okay,。OK， 这游戏怎么玩啊？没人告诉我，操你妈！主人就叫你，主人的母没有人嘛？你叫你就叫你找他。WASDQE， 然后 F 空白键 User 都没了，还有个 G 和 E， 还有个 L。自己讲，你讲话容易打结，就是。你跟着按按看到怎么了？等号键啊，等号键地就是跑，不会停。你只要按个 A 或 D 就停了。这里是大厅吗？这里去那个啦，开局那个地方啦。哇 ，loading 很久了，好久太久没玩，他就 loading 很久。空啊，跳。这画面看起来还不错。 LND 进来了没？进来了，现在剩十秒哦。那个冬瓜还没进来。头上有号码，我可以自己选。 Get loading， 开始啦 ，loading。有，看到画面了。但我听得到声音哎，我听得到。但已经懂，我们可能跳了。等一下，跳怎么跳啊？打野吧 ，F F 是跳，要跳哪里？重点，快到他 F， 你不要跟他 F， 不要跟他 F， 你就吃大便。我要后面中场的时候，哎呀，大家，我听到大树的声音了，什么声音？什么时候跳？那我跳这哦。什么时候跳？你要跳走啊，去四栋啊，四栋。四栋四个人都走四栋啊！而且地图怎么看？看喂，教一下，操！啊，看标啊！你当面不给我那个360度，你就对着那个标飞，对不对？他没跳机，我哪里？你怎么没跳机？哎，谁啦 ？ANDF 啊，跳机了、欸！我操！干拜拜、到底是哪里啊？毅力更强吧？你按 M， 加油 ！M 可以看地图，按 M 可以看地图。看我们， okay. 你看我们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我去另一个地方搜，你们加油！干，我们打开降落伞了，操你妈的，太高了！经常开车给他。那我要去哪里？我啦，是我，别急。等一下，我附近很多人吗？你们看没有？我哪知道这么多人、啊？你那边更没人呢、啊？你那边没人、啊？觉得干娘我也太远了吧！操你妈，这是哪里呀、啊？你先那边搜一搜，你那边物资先搜一搜。啊、哦，我知道了。这个太吉普，然后开过去。我开车就丢他了，烦死了。啊、哦，妈的，什么话？什么都不教，昨天就叫你，昨天雷姆就有碰，就叫你问他你不要。他酒吧啊？乖走，我马上把他开酒吧。怎么换成第一人称？可换成第一人称 ？V V 啊 ，V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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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。OK， 一个第一人称。C 是蹲下。
V， 你要用 V 人称。我已经换成 D 人称了。D 人称我比较习惯。我单。可 D 人称你在打了，你在那个时候，你在外围打的时候，你会很亏啊。为什么？哦，视线比较不佳。因为看不到人，视线不佳，他看不到人。金库在哪？我说我捡到手枪了，我可以把变，可以把变成双枪吗？哦，坏的，坏的，是坏的，不好意思，半个。我还，你穿那个外套，怎么会把坏的看得很好呢？走车身，不是我，车身不是我。那个动船来好像招太累，是电音还是什么鬼？那、啊、太久没玩了，不习惯。靠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烦死了。要找到步枪。步枪配件也要捡回来。黄灯密集阶台。没有。他在哪里啊？没啦，不用生命接他啦，二栋而已啊，北西。啊，这里的东西怎么捡啊？为什么？这个地板的东西要怎么捡？靠背。F 啊。按 F 啊，上面不就写 F 吗？按 Turbo 把东西拉出去。我的我靠！啊 ！Shit！ 差点把自己炸死。妈的，我觉得红点卡给我吧。不错啊，红点卡。哎，等一下，那是范围吗？嗯，什么声音？我一个跟你要走进来了，不然会被堵。靠腰啊！我离超远的，我要怎么走啊？我们有人要去接你啊！你赶紧加油！哎，真的是，我们没有，我只去那边打劫物，我只是去那边打劫物资而已。哎、欸，我会自动开枪哎、欸，没有人要接你、啊，这个枪会走火。我看到一箱，我看到车子，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。我已经收完三栋了，你还没收完一栋。我感觉你听起来像最最虐的老头啊！第一次玩这游戏也没有这样像你这样最最虐。真的？谁啊？我们啊，我们第一次玩都没像你这样最最虐啊！只问这是什么，然后之后就没有再讲什么话了。我问，我只会问东怪东家怎么用而已啊！我就想问他。哎、欸，这边还有几架？靠呗！哎、欸，我为什么每次我怎么自动开枪？我明明没有按射击啊！我已经开了三枪了，我岂不是让他知道我在这里、啊？你的那个，你的那个触控面板，应该是你触控面板啊！哦，选触控面板关掉了、啊，怎么关、啊？他笔电来北区，不是笔电、啊，可以关啊！触控面板可以关掉啊！那我要我干死你哦！触控面板下面那个可以关掉，不是吗？怎么关呢、啊？啊，你就想开枪，就是妈的，我跑过去找你，然后又对我开枪，我干有了，然后又放枪，还好没打到我。枪，那个叫玩弄新手、哦。这个也过去，菜逼。那时候你也超菜的，你记得吗？妈的，我还不动，还不动，还不动，谁在对你开枪？你那边讲哦，有人开枪，有人开枪，有人开枪。我想一句，我他妈是我开枪啊！假如你真，然后把那个扣砸掉，然后之后我就把你杀掉了，记得吗？爽，废了、哦！哇，这栋屋子，好，这波好凶啊！这波，小无敌，不会啊 ，ND 康从那边走过去，我这边找到三级，快三级。等一下，有车，发现车子，我这边有辆车。搞得我梦回不乡。哦、欸，天、欸！你妈的头脑被轰了、欸！好、欸，为什么没办法坐到主驾驾驶座 ？F1 ，F1，ND 开车来找我们。Auto， Control One 吧。Control One， 还在红点卡酒吧、啊。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哎、欸，给你五五六，哎、欸，我五五六太多了，给你一点。好、哦，我这方向开没错。哎，阿呆，卡给我。卡给我，快点卡给我，给你步枪，卡给我，给你步枪已经很好了。等一下、啊，我
我把红点枪了。真的是，啊干娘撞到石头了。啊、至少762给我吧，我没有762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正在高速前进往你那个方向。你们那边应该没敌人吧？有没有找到二级包啊？哦，反正。还好没事。有没有找七六二？那个没有，那个给我那三十八子弹。我说二级包。我有啊。我屁股二级包，我说哪里有多的？要多的。要多的哦，这么惨。耶，好爽哦！速度好快哦。问题是这里是哪里？你跑去哪地方？等一下，哎，你去哪里啊？回来我们这边啊。等一下，我在路上了，我快要追上你们了。哎呀，大二洞你们收了吗？对啊，二洞。下面二洞啊。问他。不收了。我收大木。收了。我进入红色区域了，这边应该开始会有敌人了。等下多久以后发出？我跟你第六二啦。来吧，雄关跟第六二。等一下，我们可以接近了。第六二。762哦，我被打了，有人打我。嗯，哇，离我们那么近，代表啊，那个人在我们。我靠！啊，会不会死啊？我怎么听到跑车声音？我要避难了。我赶紧。去哪里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在哪里？你们在哪里？为什么我看到那么多跑火？这个人在哪里？在轰炸区啊！我的天哪！我找到 King， 我找到 King 了。这个听得懂吗？这个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菜。有？你有吗？那边有几点多了吗？是吗？我乱说。我三十八打够啊。差啦，七六也不用带太多，差不多啊。那个阿呆过来我这边，阿呆过来我这边。把散弹换成那个，他妈一把散弹呐，然后配一把步枪。那应该我擦，初看的人以为我背一把卡西欧吧？我敢，我带你开枪。我现在跟着 King 走。哎、欸，要拿。哎、欸，近战是哪一个？太多了。我觉得还好，我狙击枪的话，狙的话，子弹大概100发吧，180发够了。太多了，100发。照理说50发，单发算四狙，50发就够用了，其实。啊，真的巨熊嘞、欸！我是说，不会啊，我这边蛮富有的，其实。我是说那个，欸、有步枪，骗你去找 ND 啊？狙击枪还是步枪的？跟他一起啊，局部。我现在跟 King 一起啊。枪都不用了，卡稳定，我相信卡的稳定度了。不要卡我、啊，套个枪口也不错。我全身三级了。你不要丢什么！我还好，这方向有走过。等下去找许安，去跟 AND 他们汇合呗。等一下，先走我这边吧。等一下，近战攻击是按什么？你不是近战攻击中？你可以按单，然后拿出你近战武器啊。单就近战武器，是吗？单脚手枪吧。等一下，啊对，是啊，是敌人还是自己人？干你娘！按按看啊，都是烟雾，他妈的，找不到出口啊！操你妈！是哪一个混蛋丢的烟雾啊？妈的，鸡巴！靠背啊！喂！啊、我要打你身上补量，你身上补多少啊？你身上补那个药。我这边有门开过，轰炸炸掉啊！走哪里啊？如果有，如果是开的话，是我开的。301啊。
301，我给你两块止痛药，我345。我背地吗？有车。我吗？自己人。哦，是你。不要撞我欸。我差一个平底锅就达到完美防护了。那为什么平底锅？啊 ，PUBG 最强的武器，你知道吗？平底锅最强的、欸。是、啊。给我挡车挡子弹。挡车挡子弹，平底锅有这么强？不能挡车啦，北齐。对不起，按错。挡车超。按错了。哎、欸，伤口啦，我跟伤口啦，我真的。哎呀，哇。你是多恨我、啊？没有啦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是多恨我？我不是故意的啦。哎、欸，山坡枪声，山坡。OK。等一下，等我啊！不要太快、啊。我倒着看哪一个好。在哪里、啊？哦呦，在哪里啊？快点，挑东西按到。啊，好多。哦，先去找他待好了。好多 Q， 好多那个啊。算了。阿呆在哪里？欸，有没有步枪快扩、啊、多的？步枪扩容有没有多的？没有。有平底锅。穷农在这边干嘛？要走了啊？算周防。一楼不招二楼，二楼。走了一楼还二楼不走，我们超屌！好，一楼厕所门还没开，谁收的、啊？这栋不要再丢了，靠背啊！哎，这是我操！哎，这么好怕的？切换至弩弓，弩弓好用吗？不用看 ，A N D， 好用，你半张。你把平底锅给我，你把平底锅给我好不好？平底锅怎么丢啊？怎么丢出来？Tab， 然后把平底锅拉到地面。按侧的，把平底锅拉出来的。平底锅拉出来。给你这个。这洞好像是你修到一半，然后出来的东西。哦。啊，忘记了。你有什么？哦。阿呆，完美防护，全身三级加平底锅。要比我大一平底锅。来 ，PP 对着我。不要，我怕不要让你呛到我。打我还扛到我不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走了，走了。我被这屏幕看到，车子在下面了、啊，北齐。哦，在这里啊，我拿农工可以吗？在上面吗？操你妈逼！你怎么拿的失控啊？你会用吗？我不知道，可是我很喜欢这种武器。那看那样啊，光比半炸的虚空还难用啊？真的假的？操！可是我会用啊。那个当老鹰比很爽，因为他没有声音，那个咻的。对，大雾场之前大雾场超好用的武器，十字弓。当老鹰比超爽，人家在那边然后咻一下，他知道在哪里。他还不知道你在哪里。之前我拿十字弓去打外挂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没有声，因为没有声。然后他冲过来就打嘛，刚好射一箭出去爆头，他倒地。哦，有点。我先进这里。我们现在是踩稳扎稳打法，是不是？对，你知道那个有 bug 吗？那个车有 bug。哇！就你趴着上车，然后高速下就直接。哦，快扩，拜拜。改，哇，高倍镜啊！哇，好用。收集波子、欸。会走。我关门的。三级甲，从现在我有了，我三级甲三级盔。现在等什么？有人要 PP 吗？有 PP。哪一种的 PP？ M4 PP 要吗？有了。红色区域是周遭，小心周遭。轰炸！周遭有人，周遭有人。Okay， 周遭有人。到啊！他妈的，听烂，真的应该。山坡上呗。对，干我背子，高马伏地，很近，一百米 ，P
平枪准备，平枪准备。干，紧张。三面火场，听到了。三面火场、啊，听得出来了。超级近，没常近吗？他们要跑毒了，他们跑毒了，先进来。好的。我们就围在他们附近这样。近了，越来越近。他们在哪？看到，看到，听到，听到了。哦，巴蒂前面那有个人哦。到，等下停，等下停，走开。现在来补还是补？那个之后，还有那个之后。我看不到啊，他在哪里、啊？我打过去的时候，他被不能补一枪死了，然后我弹孔留在树上面。是的，操你妈！不如我们的位置，操！他跑毒，他们会下来，你们要等他还是我们先走？屁股要看，不要急，看前面。怎么趴？怎么趴下？怎么趴下？绿 Z 啊 Z Z。你不要挡在那边好不好 ？What？ 你要拿就给我拿十字弓塔。他们下来了吗？我看到敌人了。我们看到他们下来的痕迹，因为他们可能从左，他们的右边上。所以呢？他们那边匍匐前进，圈他们绕左，圈左被打，圈有点远哦。还在上面，还在上面，还在上面。刚开的那一枪，他们不知道我们在。去开车，我们去开车，走走走走，开车去开车，很紧张哎，这个啊，带走啊，开车了，走走走走走，四十几秒，他们没有车，他们怎么跑的？那你车开过来哦，我在找着我们车在哪里哦，啊，我看到敌人了，看到啊。我看到人了，我看到了，有人哦，拼车里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车子先慢一点，车子慢一点，车子慢一点，你把我的位置暴露出来了，赶紧你啊！哎，我抛物线了，击倒一只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滑死在哪里？好、哦、死，照附近，照附近。之后他们，等一下，线。干他们！你看着我，快靠！干，圈了，圈了。二号头。看那个，我们一号的之后，我们一号那边的之后。啊！丢拔了，丢拔了，丢拔了。哦，在哪里？我要死了！我崩，我包一下。扶我，扶我，扶我啦！扶我，先扶我，操你妈逼！先扶我，叫 AND， AND， 啊？干嘛？按 F 下车，按 F 下车，扶我，扶我，按 F 扶我，我在你旁边的屁屁，你的屁股，按 F， 对对对，按住，按住。哦，不用按住了，按一下就好了。可是我也快死了、欸，救命！你要补吗？要补吗？正在补啊，一秒，零。大补哎、欸， okay. 大补哎、欸，大补急救包之类的。靠腰、啊！干嘛开枪？干嘛开枪？我弄错了，等一下，我刚弄。那枪是要杀人的吧？等一下，maybe。走了，快点上车，上车，不要舔了、啊，带走了。走了啦！要死了！我要死了啦！我要死了！哦，快点啦！肯定，肯定你按，必须按，你按。他爆掉，谁打爆的啦？ND 不要停。Stop! Stop! Andy, stop! 哇！我操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我真要死了！阿、啊、泰，快一点！阿泰，你开 party！ 我这边有车啦，不用找我。救命！这个我不救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不能，我没办法救 Andy 了，这个太痛了。操你妈！拜拜！拜拜！这边超痛。阿泰，要冲！这边太痛了，要走了。一些靠背哦。要死了！哪有这么对？冲哦！他妈！阿伦他打爆的。拜拜。干你啊！
啊，石头后面还有一台，我记得好像只有爆一颗吧，爆一颗还是能开的。算了，干，这么烂游戏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再快点哦！他们一发都没打中我耶，真是的，糟糕！没有舔到高背筋。靠近白村啦，他不会很痛啊。只剩下阿呆而已哦。阿呆和我。怎么看？怎么切换玩家？小键盘那个最右边小键盘 delete 那边有个。哪个？哇 ，M4 完蛋。然后这 M 四是不是神仙呐、啊？我没有舔到那个止痛药，你有止痛药吗？有，我有。但我至少有一堆止痛药，我被你们害死了。这边好像有神仙，是不是啊？什么叫神仙？阿呆，快舔哦，阿呆！生命在开自己那里，好不好？我这边有个拿 M 四的，自己小心哦。拿 M 四，你仔细。要头盔啊！小心。啊，他右边 M 四哦，小心。我们没有头盔。管他的，爬就对了，没有头盔。枪声，拉走啦！不走，你加油。我不想被击破。打屁花的。哦，被打了。我的圈子会一直缩小。可以爬到吗？我的天哪，好痛！哎呦。叫你赶快了吗？赶快，兄弟！你要躺地板啦、啊！跳出来！哎，开枪打你！哎呦，打到我脚边，没打到我。缺补吗？就擦一个止痛药就好。等一下，到底怎么看？怎么看其他人呢？丢太多了，等一下。丢这么多干嘛？可不好。你帮我丢任务弹。没有烟雾了，我没有小键盘配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跟，去死啊！臭家伙，我们要走的路，哦，完蛋！他们有屁用的烟雾弹？干！这么小一坨的烟雾弹怎样？反正烟雾弹都没有用。右前方一个人。哇靠！我靠！这是外挂哎、欸！哇操！你瞧我一秒啊！哇！有神仙呐、啊！哎呦！这神仙吧！我刚刚跑到烟雾折停哦，然后我一出来就爆头哎、欸！哦！不要救我了，他们妈逼！我要把枪给你丢掉。太强了。好、哦，那举拳把巴拉全部给你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好好玩。不好意思，刚刚我爸妈在。那把那两只补掉吧。楼下面在下方。下面有个。好硬哦！体力好硬哦，还该三级甲吧？不是吧，我也三级甲。觉得你刚刚把他们两个人趴在地板上补掉比较好。God, 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来，第二场，很快，我有点伤。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死亡画面。加我。啊、认真打、啊不好，看你没用啊，又不躲死。屁啊！
有两枪，他有他我两有两枪，他扭他扭一下身体打到平底锅上面。这个散枪厉害，我跪了。这个散枪厉害，我跪了，对不起。最好是这样子啦。哎，明天几点再？我心脏又在狂跳了。明天几点打 PUBG？ 那我喊他打双排啊。我要打双排。那另外两个队友要怎么啊？对屏要怎么那个？我看有些人他直接可以在里面讲话。有啊 ，T 啊，按 T， 那一件 T。搞得有点久，28秒。干，所以这个游戏它只有这一个模式而已吗 ？Believe。嗯。还有还有那个啊 ，FPP 啊，就是第一人称。全部的第一人称。全部的第一人称，不能切第三人称。哎呀，呆。有外挂。Agent server mate。加速过。外挂。哎呀，呆。哎，卡住我，我没事，吓到我。然后我回来，等一下，这是要在哪里跳？先把这局。等一下，你听到我们跳，你看到我们跳，跟着跳。哪里？左下角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方向盘变成雨伞，变伞。你要跳，你要看这个哦，你要跳这个。跳啊！跳什么？兄弟，你跳色马丁，要跳哪里？跳色马丁，蓝色那个。很多人呢，这里超多人的。还好吧？妈的，平枪啊！平枪狗，跳色马丁。真假的？平枪术，真假的 ？Power Grey，Power Grey 的。Power Grey 就是 Power Grey 很多人，所以要平枪。难跳哦。你在家跳了，跳马上跳立刻，然后你看着上面那个对着点标下去，就上面往你就视角往你就往那方向，那你直接往下坠就好了。那感觉像是军营啊，好像。我觉得 NDO 你去看一下卫生或者是小件的台之类的。干，我上面是哪里、啊？你可以去看，你可以去看小的。笑人出，哦，笑对笑的影片最赞了。他跳下来笑超强的话，他一定会笑的人是屌人靠。降落伞是一定会开就对了。嗯，他自己开。哦，不用怕。没有啊，就算你可以像我一样啊，就直接超高地方开伞，直接跳了。我荡伞哦。他跳很远才在高地方开伞。干，找不到物资，这里真的有东西吗？定有东西啦，不可能没有东西。这也算普通水。我刚怎么在右上角？我忽然看到你shot的。没有啦，哎呀，这shot里面的话，我先退出好了，不玩了。对，我一退出不玩了。什么意思？是笑，应该说是这里面一个神，强大的靠背。没啊，还有另外一个啦，自动步枪啊，他们两个好像一直互打，好像都平手过。逼到楼下，还把脚杆跑来跑去。楼下人呢？这边是不是这边没有人跳吧？这里。对啊，这没人跳，我刚检查过，真假的？没人跳。你听错了，不可能。怪哥的，这哥啊特别亮，还是 AK 呢、啊？这边已经搜查过了，没有东西了。你一把枪都没有吗？还有一把手枪、啊。我只拿到一把手枪。你让我闪那里？有啊，这不准能拆开的，你普通皮肤的。瞎，真的有物资。没背包的，是不是、啊？谁拿冲锋枪？有人拿冲锋枪？我拿冲锋枪。工厂上面有包包，不要走进来，你去拿包。我这里有消音，我这里有消音。OK。我等一下，先留着，等一下过去拿。冲锋，冲消。不知道，他刚冲消，我没有。不多了，我们要往哪里走？
先说完吧。最大，哎，枪声。对不起，是我的。对, 对不起，我走火。就是，干，怎么把触控的还会走火掉啊？之前那个，哎，对不起，我下意识开枪了。干，我下意识开枪了。哎，枪给我。消音！哎，我要枪，我要枪。哦，拿散弹枪，拿我散弹枪。有没有握把？没有。应该有吧。有握把。我那我敢看那个怎么关哦，我敢看皮鞭那个怎么关。我有枪托 M16。你要用 FN 键加上那什么，上面的 F 几忘记关。哎，有没有多？有没有红点？有没有红点？红点是什么？没有。我连个基础都没有，超凶的感，对啊，妙啊！这次这边有点穷啊，这次，一堆养不起啊，干四个人，看到我马上往这边跑，还有台摩托车停在这，等一下，你要我们怎么知道？我们会怎么知道在一个地图里面会有那个范围是在哪里呢？啊，什么东西在哪里？就是它不是会有那个范围吗？那个虫子它已经知道吗？有什么？干你啊，鸡巴的！你秀秀，我下一妈到你脸上喷你，喷爆你的脸了！我终于知道你丢什么了。干你啊，鸡巴！我看不清楚，我操！你在做什么？丢闪光弹吗？直接闪瞎我的眼了，操！闪瞎 ND 的狗眼！操！等下就用散弹枪喷爆你的狗眼！哇，这把 AK 可以买 M4，M4 给我呗。你要四倍，再多的四倍。我哇，给我 M4 加四倍稳。有握把，我打那边的。丢了，按他总丢过我了，我都丢了。看我两把都是散弹枪啊。那个。看来哪有步枪啊，哥？我要步枪啊。没啊，步。枪 ，M4 嘞 ，M4 在哪里？那挂了一号的。这里怎么都是？这一把 AK 在你旁边。对，还有把 AK， 那个给 ND 拿了。刚握在地上 ，M1 把丢了在地上。M4 为什么这次40发子弹啊？这么开？因为我丢的。所以你捡了一些又丢掉了。我只有点38，就想说算了，就多出来扔丢吧。哦，果然，走吧，快死。不知道什么多一根火把。没有没。妈的，我们说我们四个这么囧，然后还问的。打人啊！不开摩托。不骑摩托。开摩托啊！四个人的，我是三个人的。我们已经在范围里面了，三个人就最穷的那个人垫后，最穷的那个垫后会打的三个在车上就好。那 AND 应该要跑路。摩托在哪里？我在这。这边呢、啊？哎，有房子。妈，一个基础镜，你们有基础镜吗？我没有。没有、欸。我觉得皮卡多应该有人跳哈。其他的应该会有人跳、啊，不可能人跳，很多人跳不太多。刚才这种荒野上很容易被抓到哦。对，我们家一个人骑机车，然后另外三个人骑另外的机车。哎、欸，我要坐后座，我又拿那个冲锋枪，哎呦，靠背，板车。我要上二楼，我找一下。欸，这边还有一台哦。对啊。欸，我这个加很快冲，你要不要？冲锋的。那个冲锋的。对。给啊，给我。然后喝个饮料，我靠，顺下。口渴了。需要长距离的武器。只有 AK 不够。有没有稻草？有没有基础镜？那基础镜啊？没有。谁有技术？这个红点，这个有用了。要不然你要全向瞄准镜啊。OK， 要全向啊。嗯，OK， 刚好这是超强。
好吧，我跟、啊、我跟开车干。我差一根握把，还有 M4 屁股。为什么全是散弹？妈，确定火车。哎、等一下，我要下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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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人不好，这个人不好。没事。不行，这个人比我还危险。阿布奈。当掉，不知道怎么，刚游戏那个。不是，过我下车了。游戏那个，刚我刚一开车游戏那个。哎，为什么觉得都是散弹枪？车莫名要飞来。哎，我想要拿一个正常一点的武器，这样也不行吗？很近哦，屁股。很近哦，哎，不对，右边。不对，就前面那层，前面那层有。打前面。两个在打。山坡上声音。哎、欸，看了、啊，下来一只290，这是正前方，打一只，哇、哦，是，山坡上还有下人哦，看到右边，有还有，我刚刚看到还有，一枪跑了，死掉了，先前面跑吧，没有，他对我在附近，不要，不好，对我在附近，哪里？他对我刚在围前面走出来，我把他打一枪，他走回去了。小兵围前面啊，没有卡，290。290吗？安定，你去顾右，中间我看，你去右边。右边。哪跳出来？哪里？他跳了。哪边啊？跳了，我往那边看。五方向，大概五，就看我在北差不多那。北。那个卡布，卡布。卡布，卡布。直接冲进。快速。两只，一直在那个加油厂，加油站里面，一直看98，看到了。哇！完全没看到敌人呢、欸。哎、欸，稳一点。哇！旁边，等下，这只怎么一直扫到我的地方啊？这只，对面，干，我完全看不到，我完全搞不清楚东南西北。干，等下这家伙怪怪的、欸，这家伙。东北还有北还有一只，我这边还有一只。我抢，前面我抢。看怪吗？大家小心，这只怪怪的。你说他有开吗？这只怪怪的，小心哦、喔，这只怪怪的哦、喔。替你物资扔的爬出去。我知道，我已经全扔了。阿丹，你不要救 King， 不要救 King 了。我没 King 啊，躲回去。那家伙怪怪的，我说过了。还有现在有一只。看我没有补了，看三十五块九八。他刚被我打惨了，他应该。哇，他这个人没有补，我靠，这个人是多凶啊！行，你对接还有一只哦。嗯。要对接。你去我的尸体，你去我尸体吧，我尸体那边有一个大包。对啊，我梗到他的大包了。哇，更大的包，我操！直接满打不赢他、欸。我觉得刚刚那个 Money Moon 他真的有点奇怪。你可以杀了他，他走跨酒吧，不抢。他刚刚打我三枪都没打死。这不是卡的问题啊。还在小心哦，还在打啊、哦，他应该瞄到你的视野。红点冲过去，刚刚你看红点拿红点冲过去，刚刚你看。走左边，这个走左边比较安全。反正那边还有车子嘛，刚刚抢车权。不在那，车的那一边斜坡，车的对面斜坡那边。我给我不要不然就是难打。那边。抢过来，枪法。刚刚没打到。不知道在哪，还不知道在哪，看看。
打，趁现在打，趁现在打，趁现在来，趁现在，趁现在。哎，还有人。左边还有人。四方方向150。一把双重锤，丢一个。你啊，你赶快舔他包，你赶快 AK 先丢了 ，AK 先 AK 东西先拆，有能用的装到 A 字上面，然后 AK 直接丢掉了。剩你而已啊。冲过去他的包那边。我怎么停？赶快停就对了，靠你手速。看单身的手速真的，这是看你手速，赶快拉，赶快拉。不要站着啦！不要跑、啊，没有趴着会死啊！你趴着会死啊！就是两个哈狗啊、欸！你是不会 WSD 一直狂按，然后这边舔吗 ？Tab 按出来舔，你不会吗？啊、不会，你他 W 开 Tab 都按了键了、啊。Tab 跳出来，我特的不切换，我特的不是站在路中间告诉大家打我按。太好笑了，这个。觉得你玩那么久，你还是没有技术哎、欸，阿呆。对啊，你就算蹲着躲 Q 一 Q 一，那你没办法。我那血量，随便打到随便登顶一枪我都死了。WSD， 不是我 WSD， 你会不会？我那个东东，我那血量不管打到哪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先去拿一个水哦。我先去拿一下水。他至少身上有点包，你就啃他包嘛，真的是。啊，他真当给我一个医疗箱，要服十秒钟。那、欸、不会跑到车后面哦？哎、欸，我们好像没有饮料了。反正医疗包打了吧，你有差吗？呵呵，不然我就……啊，我们开的太囧了啦。一般的囧都他妈超囧。以前那个地方还蛮多东西的，结果现在不行了。再来好像超难用。干那锅！那台车跟打爆，他没车跑了。干 ，OK， 我回来了。他们本来就没打算跑了、啊，他们龟都没那么凶，觉得他们打算跑吗？过来舔他的包，他就医疗箱可以走。快收了。游戏怪怪的，还容易断掉。还好吧。但是我骑摩托车哦，到工厂墙壁上，然后撞到墙壁，我跑到工厂里面，但摩托车还快要爆掉了。真假？我只看到我滑了一段距离，然后就站起来，然后又倒下去。没事，我发现要看到敌人很难耶。不是兄弟，我穿小黄衣服行不行？看人就不难了。还是因为我刚开始，所以不太熟。可能是你现在不用把操作搞懂啊。不知道啊。打 ND， 一手速不够啊 ND。不是啊，我根本看不到人。那我们等下打 FPG 给他看嘛。不要，我们等下打 FPG， 他不讲第一人称。讨厌讨厌。FPG 很棒啊 ，FPG。破呀。六个人，可是 ND 都要讲玩第一人称啊，那我们打。不是，是我比较习惯第一人称。FPG 啊，我玩的时候我也是习惯第一人称。等一下，要卡楼顶的，想的一模一样。枪哪里？可是刀面我就想，还没啊，不用怕。机场我卡楼顶，等一下。机场超多人。哎、欸，要等最后面了，要等最后面。我卡住了。最后面，我不能。最后面机场。不能回来了。所以我们要哇，居然跳机场了。有跳格洞，跳十二洞啊！十二洞，先跳十二洞。十二洞是赌条那种打法。没有十二洞，我们要一路往这边收。嗯，因为圈绝对会在这边最右边的，圈绝对会在最右边监狱那边。不一定吧？不一定啊，要看看的、啊。因为机场不多人，机场最多两队。哎呦妈！我进机场跳吗？是拖人哎、欸！我觉得四打四不会跳太多人了。出来的应该是一组两组嘛。改天打个豪宅就知道。四打四跳的。哦，我知道，豪宅我打过。干。豪宅我也打过，豪宅超能打的。干你、啊。连喷冲击就好了。没有，你知道我是拿散弹边跑边喷，你知道吗？豪宅是打豪宅。
他对我跑进来你就知道了，他妈是给你拿着那种 AK 之类的东西跑进来。之前我一直怎么没东西啊？对吧？我有去他妈的打死一个人，他妈的下一秒另一个人冲进来打死，还不重组的，操你妈！不同组的就对掉了，然后再跑进下一个人，更是不同组的，我操！超衰！这把枪他妈怎么那么眼熟啊？这好像是二战的武器啊！哦，我一说最好告诉我打豪宅哦，还遇到那个中国人，然后我把他队友打倒，还要把他队友打倒。哎，那个中国人、啊、怎么这样子啊？没有，他打错了，他打我，还以为我是他队友啊。北齐。然后那个我还今天中国人讲不要打错了。干，我居然拿到 KAR 警官，不要卡我。我开酒吧，我看到有人来开酒吧。ND 吧 ，ND。是我，我拿到。哎、欸，有谁拿到十字弓箭矢啊？给我吧，我拿到专武了，十字弓箭。哇，不要一直跟我走一样地方。不是，他会怕，他害怕，他把我 UMP 给你看，好不好？没有啊，我不知道哪里没收过啊。门开着就是没事。过来这边有一把汤姆士，你要不要拿？汤姆士，他妈的，现在是回到二战的时代就对了。有枪就拿，现在就是缺枪的时代啦。有枪就拿就对了，真的。走，我们去四栋，听空走去四栋。嗯，对。叫什么汤姆士？没包包，你直接叫 OP 就好了。包包，跟着我。等等，我没包包。你那件大衣我拿去卖过哎、欸，那件赚了6000多。对啊，这件超贵的。放哪了？我买一个钥匙就中，好爽啊！对，过来，NDI 过来我这。你在哪里？然后直接卖6000多，我花75块赚6000多，好爽。超爽，超爽。过来我这，我没包包，跟着。这边有个直接在买个十把钥匙，继续看。这边没有啊，二级都给箱子啊！不要捡一级的，捡到一级的了，捡二级的。错啦，你最好的是三级哦，本是三级，你自己想清楚。把二级包换成一级包啦，换回来，这样子。走，不要点，这边没东西了。OK， 二级头，谁要？我有，两个，连头都没有，叫 ND 拿。先生，连头都没有，是蛮惨的。你要保护你的骨头，不然会爆头。就像阿呆刚刚这样，直接傻傻的站在那边捡东西，给你爆头死。对啊，我刚刚想说他们左右移动。等一下 ，King， 不过至少 WSD 还可以按，那他不知道吗？你 tap 的时候 WS， 我 tap 就按着的没，我就没有走了没。等一下 ，King， 那个，只叫你要按着 tap。等一下 ，King， 你的声音是不是连着那件一起开啊？我听到两个声音。他那件跟推许一起开的。对，我把关掉好了，不好意思。有捡到箭矢吗 ，King？ 没有啦，我等下找到给你。箭矢一定要找到十字弩才有。我有十字弩啊，可是它只有5根而已。靠，你搞5根啊？没有，够炸5个人，不要一枪都不爆炮，够炸5个人。不可能一枪不炮，真的不可能。十字弓又打远，一枪不炮是不可能的。干，今天开台，被你外挂。今天晚上开台的目的就是要被你外挂杀掉一个人。觉得 ND 有困难的 ND， 看着 ND 拿卡给我把那个左右他拼枪会手抖吧？他太菜了，拼枪会手抖。什么拼枪会手抖？是看不到、啊哦，对，不知道敌人在哪里。刚干嘛？手抖是正常的，没事。一楼有一个二级包，看有没有人要。有握把吗？有，我这有多有？我这边有一根，你去跟 King 拿好了，你去跟 King。我这有屁股加长快抽的狙击枪，四倍。然后一个火包、欸，我遇到 bug 了，你们看到我吗？看一看我一个，
不要，不想看。刚掏不出来、欸。干，你打太多了啦。你看，你靠我，你不要走，不要走，靠我。拜拜 ，See you again， 拜拜。假的啦。掏出来。我真的是看透你们了。哎，我左你右啊 ，King。没有，我顶二几亏啊。你在别人捉过的地方撸那么久。没啊，第二险里面都有几颗啊！看你们怎么那么远啊，你怎么跑那么快啊？哎呀，带你开车回去接 ND 啊！干你还开车不去？我要开你的。哎，我这不要开我们的摩托吧。我有啊，现在我有了。好。哎，有谁拿556的枪吗？有人吗？我拿556枪。我拿556枪。90发，看谁要吧。我丢在摩托旁边。我丢三十半吧。丢在摩托旁边了，自己去捡。拿7.62，哎，我这有箭矢，我再丢给你。嗯。有没有76啊？给我一点好不好？62没有。妈的！就是谁乱丢？他给我。谁他妈丢闪光弹啊！不要乱丢！我瞄的那个人了，我瞄的凶手。我靠！我 King， 我躲过，我躲过。King，King， 不要讲话，你干嘛一直乱丢？不要太重了。给我啊！给我啦！拿到一些装备。我拿20颗。不要交友，好吧。哎、欸，好啦，好啦，哎、欸，在二楼那二楼有那个 mini， 二楼 mini， King 要不要拿？二楼 mini， 哦，啊，有配件吗？好啊，在哪里？我拿 UMP 加加够，不是，我5.56不够多啊，我5.56太少了。我拿，我刚不是丢90发吗？啊、我们的位置在这里，蛮近的耶，不远。上吗？上二楼，上二楼看到了 ，mini。我给你配件了，你过来，我给你配件。他那边有快锅，他那边有快锅。又要快锅？够了，我又拿不起来。啊，那个。这还有一个屁股。山坡上一组跑走了。他们一斧探珠头来要收回去，好吃啊！看我们一下下吧。他没有看到我们，我很确定他没有看到我们。他跑到这边的这个，他是目标那里。好了，这边的。走，上车。我们要打他吗？还是？等一下。不打啦。等我。看到高贝卡，你确定你要打？好吧，哎、欸，我们没有载他、啊，还是 King 你上我车，阿呆跟 ND， 你快起来，对啊，走，一没秒，配高倍，餐桌上那组我配高倍卡，自己小心啊，啊，所以我才加速那么快啊。不要开摩托车！不要撞啊，白痴啊！那本来就可以撞啊，你白痴哦！我没事去撞干嘛、啊？神经病！怕啊！神经新手段怕、啊。撞我会扣血，阿娜一定可以撞，才会撞。对，谁进来？上面的。有，真的是这边一起下、啊，你用什么？可以有握把吗？就多握把帮我拿一下。有，我身上有一根握把。枪口。我没枪口。你有卡根的话。不要那个谁。D 的卡、哦。有什么枪口？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。我已经拿到了专武，不需要卡98这种东西啊。
干，那你就不要给打不准的那个。可以呀、啊，中近距离的话，始终还是瞄准好了。嗯。看哦，还是看谁要拿步枪跟他换啊？不要，我明明跟他换了，不要。不要你换。我明明拿古贝斯。TK 那个 King， 你 UMP 给他 ，UMP 给那个 ，UMP 给 ND， 然后你拿卡。哦，那蛮配哦，蛮配的。连香管都有哎、欸，操你妈！拿起来吧，枪捡起来，不用卡换。我你要储备吗？子弹丢给谁？762给他。762给我。有多762给我。哎、欸，好像是对面的，他丢海上，还不用了。哎、欸，丢在那边呢。205。762可以多给我一点吗？再给我十发就够了。我丢地上了。十发好了，十发我给你，我备弹只剩15发而已。丢这边了，我丢这边。我做自己好，够。对啊，准备开车走了。这边不捡啊，空投海上不捡。对不起，我错、欸。对不起，我错。妈的，幸好我头扭了一下，要不然我是不是爆头了？不会啦，我枪口朝地板，好不好？我有。赶快开开。北七哦，我是要换，我是要把这个拿掉。去坐3号位置，3号，因为他这样变二轮吗？有车，等一下，嘘，有车，后面，好像是要去哪捡空投的那只，等一下停哦，停哦，附近停，他的开了，谁啊 ？Bucky 的，正前方。想捡空投的，在哪里？他应该要绕上来了。开了，从右边开，右斜方。看到他们从右边，他们走右边。副机，快走，开走了。我真的头好走吧。到底是谁呀、啊？刚刚一直开 Bucky 的，我觉得他挺的，还给我开他妈就要带啊！不会直接停在后面直接冲过来？他看到我开巴士的，他从我后面开过去。看这有小心脏哦。可以啊，我老司机你。他后面他到我。看有人开枪，有人开枪。停，直接干。再来，报案。受伤。前面。SW。他妈谁开枪打我？刚刚谁开枪打我？我打到你妈没有吧？我打差一点。我们要顶啊！我们要超快。下车，到260的房区，对，大房子里面。我不知道多少人哦，我只看到一个在大房子里面。三个吧。哎、欸，有一个在那边，我看到。有个在外面，他看到我了，一直倒，shit. 旁边那一直倒。二楼窗户，等一下，不要动哦。二楼这边，二楼有一个。好，我打算把他秒掉，等我3秒。等下探头，我打算把他秒掉。我中枪了，我需要爆炸一下。哎，外面 UMP 救我！有一个在我前面，有个在我这边，有个在我这边。第一队，靠背打到我了，北西。先救一个。再先救一个，快救一个，快拉一个。先救他，快点。赶快救！哎、，ND 帮我下枪 ，ND 架枪打。哪里呀、啊？小鹰卡附近哦 ，F。看你屁股，就。刚刚这边还有一只，哇！我不要来了！牛我，哎，差一点，牛我，还有一只，救我，好，救我，可以了，这结实，因为他两个，让我
没有没有没有，谁啦？他们好像有、哦，我记得有个消音卡附近而已。消音卡我刚秒掉了，秒掉了吗 ？OK。先发爆头了。这只有卡、欸，我换卡好了，不然不行。还有人吗？嗯，在那边树上，过来这。刚刚这里好像有，哎呦，还有一只消音卡的靠腰。在哪里、啊？在哪里？有没有办法标出？正前方。正前方的。是190那里树旁。190。啊，等我10秒。丢烟雾吗？有不？谁丢烟？我丢。不是我。哎，消音 AUG， 消音 AUG。我听到了。哇，刚剩蓝宝了，各位。为什么？你强吗？我从旁边让，我从旁边让。哎呦，外挂！外挂！外挂！神仙！神仙！神仙！又是外挂！他妈的，怎么那么多外挂？救不了了，救不了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了。神仙，神仙，神仙。二号可以先，哦，我死了，救不了，算了，救不了你了，真的，我过去的话那个。有没有看到？我靠！哎，有一个妖怪救我，一个妖怪救我。哎，你趴着没用啊，神仙啊。那我要怎么办啊？刚才，啊，刚才这探头要这神仙，零秒探神仙，零秒探头，零秒杀射击，他只要换头射击我。shit， 知道吗？对，他这哎，你先，他Andy趴那没看到，他就马上走过去要你等啊。Andy， 你可以直接左下角死亡画面看他，你就知道什么叫神仙了。我看一下。我刚在房子里面。他一直 M 着位置，他一直 M 着我的位置。这个要举报吗？哦，无后座，而且无后座，而且照理无后座加吸空投，他不可能要空投的。刚刚想要空投，我们到底说听到传声音没有？对啊，可是没有啊。无后座跟、那個、我的位置最好是那么明显的、啊。无后座跟吸空投、啊。那他外挂了，你这没办法。你这没办法啦，他不还外挂。我们探我他你看你们所绕位在哪里都马上知道哎，还是枪击的疫苗在哪里？对，最屌是在吗？我蹲在墙后面，他一直射我头的位置。对啊，超夸张。作弊啊！对啊，刚刚我这样最低是八，然后要狂打他。那这个检举加上无后座哎，他准心完全没有动哎，然后自动准心瞄准这样子。对、啊嗯，还有攻击视线外玩家。我只举报两个。他增加了防外挂系统还是有的，能防，这还是外挂更新更快啊，这能防。他妈的，你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好好玩一场正常的？每次都遇到外挂，这是第几场？我们打三场两场遇到外挂、欸，他妈的也太衰小了，现在那么几点了？还好，妈的，你可以全妈场场遇到外挂不是问题、欸。刚才遇到外挂不是问题，超夸张！我买到了一个外挂游戏，一场还可妈一场还有神仙打神仙，那超屌的，神仙打神仙，神仙看你就看出来说就两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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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打，然后就发现是他们按着自己对方的位置，伸手怪。哎呀，大你知道最难杀神仙是谁吗？最难杀的神仙，就是那种会自补然后自动爬起来那种神仙。我那个爬起来那个，我那个是连外挂，不是连外挂也杀不了的东西。可是你把他队友杀光光，他都不会顶你的。对对，前提是你要杀这个队友，不过他队友全部都开那种的话。欸欸、对，我刚刚看了死的画面，他妈的他，如果这照你们所说，那真的是作弊的话，他妈的现在实况台一出去，你们全世界都知道他 ID。然、啊、后知道 ID 有没有用啊？你不能外部举报，你只能内部举报，就是我们在打的时候举报而已。靠腰，让观众知道什么事情。我他妈头都还没探出去，我看到他瞄着我。他根本就看，我、哦、他妈
他一秒就死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可能吉普爆那个包，他根本就在我视，我根本就在他视线外，你知道吗？这是跳哪里？我看到你了，你刚跑到房子就被爆头了。这里吧，这里哦。哇，打这个打野，打野中了 DQ 耶。啊。先低跳了。这是传说中打野基地耶、嗯，知道。看一下没有人啊，我好，我说中间那个地方没有哎、欸，没看到。说上面的，我说上面的一二三四，我要去，我要去那个蓝屋。阿呆，我说这里嘛，我的位置可能会离你们有点远哦。我跟标这里的、欸，还没良心、欸。跳过啊，有互动哎、欸，跳啊，走了吧。没、欸、拜托，这个地方多好。这地方不错啊，有房又有车。然后他妈你被人杀？不会，你要拿高吗？不会啊，这边晴空万里，没有降落伞。啊？还是我跟拿的？先拿 Scar。敢，如果刚那样没有神仙的话，应该可以赢。对，没有那两个神仙，应该就赢了。欸，吃鸡到底是赢到玩到第一才算吃鸡，还是怎么样？玩到第一才算吃鸡。干，那吃鸡会怎样？就爽啊，吃就爽啊。代表你战胜了100名玩家。是的。欸，有人，7320，有一个。过来吗？7320的防区，没有，他在收房子。好像只有一只。开打了，然后开打，325方向，大概两就是200米吧，200米。我看到，等下看到人了，295方向。是挪 OK 啊，好像是两只，那我没被爆啊，问题是，要不要开过打？要不要过来打？你们自己讲。打，你要打就打，我们过去。没包包啊。不知道哎。没包包。是什么？应该没有啊。看这个野区没有什么好东西。没有十字龙。这地方没有什么好东西吗？他要过来了。干你什么？要拼？干我居然捡到八倍镜啊！那也没包包。有烟雾弹。你要八倍镜哦。捡到八倍镜。你有八倍镜没有用啊？我们都没有枪啊。对啊，我只有一把手枪而已。那房子我就他妈整不动啊！可以给你 S16K 八倍技能，棒哦！从小哎、欸，妈 S16K 是散弹步枪哎、欸，都散弹步枪不要乱讲。你是说我的吗？要重 S12K，S12K 对，重型喷射狙击步枪，好吧？笑哎、欸！哇，他们握把没拿来，呵呵。他们在哪里？前面人，在前面好棒啊！你要过。哎呀，早点来的话，都可以干掉。哎，回来了。好、哦，超无视。正前方哦，在正前方哦。要打的话可以标一下。打。前面防区而已啊。哦，320那边防区吧。对，320那个防区而已。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我们绕，我们绕人。西边那边的防区也注意一下哦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。看我感觉跟敌人没有枪声啊。嗯，没有啊。一把 M416，看到。OK。M416单发的。等一下，我这边。335树旁边一只。还有另外一只265有一只跑过去，265刚跑过去一只，285了，我捡到平底，我捡到平底锅了，对了，再开枪，啊，爆头一枪，还没死 ，OK，
小心啊，小心那队友。没吵，他妈的，有的东西都不一样。这打他那拼了，他打。哇，两个四队进送。开车来了。后面中关。红衣服的，我看到了。先不要打。开车那个先不要打。我让那颗树可以打到吗？冬瓜，他趴了，我这有一个，他倒了。shit， 我在前面房子有一个人，冲他小，妈，我没看到他那边。哎，前面来了呢，126，哎，等我，不要过去，先扑我，先扶你们先扶，冬瓜帮我架架哦，架着。靠背啊！我他妈聊这边听到破窗，我这边破窗，因为一直走火啊！靠背，哎，四倍，这有个四倍，这边有破窗，这边有人破窗，小心！跟这个，我有，哪？有没有东西啊？靠背，我这边有破窗声哦，小心哦，有一个人该出来了。我这边往你们位置前进。还有包包买啦，妈的，我有9毫米的话，帮我看一下。我来了，我这边有，不过我这边很危险，不要过来。我是人，吓到我。在第二栋房子吧。这里面有枪吗？机车或蹦蹦。被敌人后方，趴，直接死吗？直接死，应该不知道。还有一只附近的，我前面而已。二楼，两只，二楼两只，对，不了，会这个吧？对，要拔，我前面，我这边前面。我这栋。来楼上丢一颗拔进去。没拔啦。有一只下来了，哦，没有，这是。倒一个。有拔倒了。哎呀，你在丢什么？看到了，干。你是开玩笑？我没有看到。跟工跑，来走啊！等下我用散弹。不打？没有，全没。哎，还有一只，哎，两只全部倒在这边哦。两只全部倒，可是有两只我困难。哎，你还没补掉那只啊？还有一只还没补掉啊？在哪里啊？问题是？就屁股，你对啊，它不是还动吗？没有枪吗？有没有正常的人枪啊？对啦，屁股这只还在动啊！这个人啊，对啊，在哪里？我看一下在哪。对，在哪里？开始，那就在正前方，你们妈的，看他妈超级像的，看没给我背包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搞不懂，搞不懂啊。我想说奇怪，那个好像哥提供的，这北区老师，超干，他超级像人的，笑死，会笑死。车身，知道啊，我坐有人来了，蹦蹦，没有，不是，吉普，没车而已。我死掉的地方有两个四倍机，好干的，哇塞。下车了，四个。打拿散弹怎么打、啊？哎，靠呀，谁就拔了，靠呀，冲上去。追，两个强的开车上去追。滚啊！直接
直接被霸凌嘞，好可怜哦！妈的！阿大枪，好可 ，M 六交枪，给我一个 MP 啊，兄弟，我你把没子弹了，干好可怜。没啦，他们跑好快，要开门防守啊！喂，下车，下车，下车。你要我还要跑路啊！操！你现在 ND 没啊？我还在你啊，兄弟！我会抛弃你吗，兄弟？我觉得你要撞我的感觉。上车！上车！去哪？在吉普？那不是他们吉普吧？是他们开的。他们最终分层。接下来去哪里？抓的，那是抓的，那几把的。房子里面吗？怎么感觉他们在前面而已、啊？应该不会难埋伏了吧？好快！就他妈，我他妈医疗兵呢！操！干 ！A N D 拿两把散弹，还打左轮，拿小左轮。听我怎么听到卤肉的声音？我听到卤肉的声音哦。我不知道。我还是没有背包，我有了。我还是没有背包，掉了你们拿他背包。没啊，两个都没有包啊。N D 那有一个枪口补偿，是吗？我的枪口补偿，他好像是挂机。你不要挂机仔，我记得有种人专门惩罚挂机仔的。车身是吗？是不是？有那个山上，你们被山上很远很远，400-500左右，400-500米左右。OK， 那走了，走，上车啊喂！哎，不开这台，我开后面几台车、啊。那台车超容易被敲掉的，我超怕那台。我知道坐后座最惨，坐后座几乎都不常被敲下来的。因为我看人他站在上面就知道有问题。两个人坐着等你上车。啊，我操！开车了，老司机，老司机的。看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拿到小遥控器啊？也不要我开车。地方有没有？左边那个人吗？左边那个人吗？住那边的，是人吗？不是，可能超像人的，因为他在动。那奇怪，刚刚那主人呢？刚刚那主人懂不懂？他那组应该跑去分线了吧？没有，可能学校需要。我们看上车之后好多，刚刚这里看到残，他们在医院呢、啊，最多。像医院，因为医院是可能走这么快啊。开车啊，他们两个都开车的。有没有步枪啊？他们四个人啊，四个人。然后看到我们马上绕跑了，跑车啊，没法。欸，有没有人找到步枪？你需要步枪？我也需要，你看我拿什么好不好？我看不到，你直接讲。我拿一闪一冲锋欸。干，我哪？你还有冲锋？他妈的，我连SS弓欸，我冲锋换掉了。刚刚那个人不是有别的枪吗？都有。没背包枪，等一下呀。刚刚那里面超多枪的，还有两个士兵。有人开枪？欸，被打了。有人开枪？嗯。对面防区。我们要屁股，你们屁股后面。不可能啊！是，相信我。是在对面的房屋里面。扒了！他妈的，个黑黑的物体追过，我是扒了。那是神仙吧？又神仙吧？是啊，他枪在右边啊。正前方学校二楼。N15，装八倍。他想打车，他想把车打爆。那应该是刚才那组，他们可能看学校没有人了。咋了？他二楼没背，自己打不到啊。没背。算一下的距离，十字弓应该打得到。干，你要拉到后面有枪的吗？我要绕过去吗？300米。
绕不过去啊，你绕不过去啊。300米的话，300米的话，打不到。远了太远，拉大概五格哦，要拉五格。他们在前方的哦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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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我怕那，这怕怕那。看到我看到了，在左边组来第三个窗户。知道啊，就是知道啊。可是拿那么远，我怎么打啦？然后等他们过来就好，等他们来，好吗？好啊，在圈内哦。医院吧。对的。不要全部关在这里啊，北齐啊。这边第二个也有。你要用烟雾吗？这边第二个也有。哇。打的话叫，谁丢烟雾啊？我啦。丢烟雾冲他，丢烟雾干嘛？丢烟雾冲他小。对啊。我们这附近没有人，你是想引人过来？医院那一组嘛。对，我们从这个废车那边绕过去好不好？技能，废车都跑不过。那可能要拼的话，就拼下一圈，看谁的车了。我们这一组肯定，我们这两组肯定在穷。他们有车啊？哪里方向？正后方向，有没有看到？到了。停了，停了，停了，停了。先秒掉那个不动的。没有不动的。哦。有人在打我，靠腰！我不能下那个车。卡我上楼！哎、欸，又一台车！哎、欸，你们前后夹击啊，哥，你们这样会被干死。前后夹。对，我现在瞄后面的。你出过那？你们先把后面的，你们先把后面的打死。从三楼跳，我们从三楼跳。从三楼跳。不要走，不要走。错了。打不上，一人会打到。跳，一个跳。那组在瞄着我们，那组在瞄着我们。哎、欸，到杨谁？刚才看到你们两个了。在哪个方位？我看到他在树后。U 树后。右方。U 树后。右树后。树那边有吉普车，看到吗？看。干，你们这样很难打，前后都被围。看到。跑了，两只往右边跑。三只，一个站着突然不动了，好像那个了，他开始跑了，干差一点点，哎、欸，好像差到他一下，啊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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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哦，不行了，太多人了，哎、欸，你起来拉我，黑包，你老师，那老师对，我走开。把门关起来。好，拿。好痛！我是干哥。那边有高倍镜。我上一格，操妈的！他让哥把我车乱听了。干，你有没有听到我他妈最娇喘的声音？阿四，我 M49。狂那个烟雾跑过来，我这烟雾弹，快点。还好。趁着走。啊，带有没有补？带补。哦，这个 OK， 这个我接死、哦。要走的话，要现在直接马上走，要、啊、不然的话。进医院吗？敢哦。他们都有高级武器。我上吧，跑了。跑还没有，我们大概十秒。什么？对不起。走。M4。对的。哇，前后左右都被夹、欸，干！这扯的是前面哪双空投组？前面那边有 M249跟 M24啊，最扯的是前面那一组。我跟五六跟他七八子弹啊，我靠，四十啊，四七八子弹。大。我刚刚只看到有个跑过来，石头那边有一只，你从我这边看。他中了，有一个石头后有一个中箭，他中箭，脚打他脚，要打吗？要打吗？打他脚，他躲起来了。我只有5.9毫米的可以是。
折刀枪，可是不痛不痒。有台吉普车开过去了，不知道从什么，不从接他们吧。这个架设也太屌了吧！是的，我刚看他刹车，然后要狂开火。他们一定要跑哥啊！他们一定要跑我们。我想怎么办？那你就这一个笑就好笑。笑很香哦。啊？哎、欸，我哦，这局就是最后一局了。那个声音真的好清脆的声音啊！圈子来说，当初不同人在打架。我知道，我听到我们菊花附近那边有在打架。哎，圈子。哎，过来了，过来了。跑了。全要说。哎、欸、，AND， 你他妈屁股后面呢、啊，哥？你待会被打爆啊！我跟你讲一下。阿三去打了，这把他妈架设超屌。二四九。还在那个，他消音 SKS。在那个稻草的，我们还绕门，还跑过来这个。哎、啊，不，跑过来，有个穿着吉利服，干！哇，这喷的可以哦，这 SKS。打我啊！消音 SKS，、啊、这个速度蛮屌的。NDND 加枪 ，ND 好远哦 ，ND。靠 ，ND 拿一把左轮，你跟我说加枪。我没有用雾弹了，我没有用雾弹。就这把而已啊。跑标志。这个快过来看。补操作治疗兵啊！回来先补啊你！还要补哦你！我医疗兵啊我干嘛等到操作补他们在住那里啊？头拔了，我没拔了。我前面看到你了，看到你了。我们知道啊，跟朱子在拿散弹过去干了，干了。不要躲了！我操！怎么打啦 ？ND， 你跟我过来！好难打哦！对啊，我问你，你跪在那边好冷，你跟我过来！他躲在那里没？没人知道你在那里，他知道我们两个。没人在那。我们还可以教你怎么当伏地魔，结果你就跑过来一起被炸死了！我操嘞！哦天！他的操作拔蜡，我看那个绿服走抬起来，我看他头拔蜡。我知道，我刚刚躲掉一枚，结果 AND 跑过来的时候，他丢了一枚，我要躲就不知道被谁卡了。然后我回来，要回来，我要打我，又扯回来。我操！问这一组有双空投枪啊？不行。不这样，我们穷就算了，被前后包夹。好了，我真的穷就算了，就前后包夹。我觉得我不想被打下去。好，我要休息了。我休息了，你们那边不凌晨吗？对啊，大家我要休息了，我洗。刚刚说再打一场，我就睡了。他什么时候再？对，他有个累的。他什么时候再？我要去组模型了，拜拜。什么时候再开？快了。